你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放水进去我们的小熊加湿器。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盖放下来先，然后我们拉这个部分出来，看到这个黑色的盖，这个就是放水的地方，先把它转出来，从这里倒进你们的水，你们要倒多少容量自己倒， maximum 3个liter， 然后倒完了盖回去，转回去过后，我们只需要这样放，跟着放，就可以的了。谢谢大家收看。